要你往后余生，风雪是你目光所至，也是你2019年10月21日今天在一个舞台，这么多人，你不能美美的就行。好，大家好啊，在这里我祝咱们的新的两位主播能够改名换姓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我有无所谓。祝我们的魔友，哎，老婆没叫起来啊！哎，跪下，跪下。对了，这才有我们重庆八日多的精神，掌声送给他们。